我们取一杯奶样，然后量程大概在2到2.5毫升哈。校完校准完以后放到这里边，然后直接选择 Marrow。教文也是这样，然后就是，我记得你测那啥，就是牛奶分析仪测出来是不含水的，对吧？对。你看，这水开始下降了。嗯。嗯，对，快出来了，没有水了。得等，嗯，对，我就刚想说嘛，得等它出这个曲线的时候。哎，那是不是校准完？比如说 A 页是那个零，那个是0.557嘛，负的。那只要冰点在这个范围内，都算正常的。可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这是测完奶样以后的探头。嗯，然后我们拿出奶样来，这样吧，已经结冰了。对，可以啊。嗯。这样，这会不会翻车的？快录一下。结冰了啊。对。好，好，你要拍一张吗？快。